这么弄。就这么多鱼啊，这个还可以看见鱼，挺好的。这有个两三斤的，也不少的。鲤鱼跑球了，哦，还有一条鲤鱼在里面，没养，我把那个鲤鱼拿起来养着。还可以了啊，瓶子放什么说法？让它飘起来呀，不飘起来它会那个。飘起来它会沉了就压死了，飘起来它才会那个，才会有空间，它有空间它才会那个。这次绑紧一点，要不会缺氧的。好，这次够紧了，这次够紧，就这样吧，第二次养着吧。走了，回去了。回去了，被别人捡走了，应该不会吧？我住在这里，一看就是我的东西。我的车在那里面，应该不会吧？具体的我也不太知道。我觉得应该不会。这里的风气还算可以的。看着点，我下午我就在这儿睡觉。看着你。好的很。龙虾没养起来吗？龙虾不养。龙虾它石头缝它能打个洞。你养在里面到时候得不偿失啊，跑完了。龙虾养在箱子里面就行了。到时候跑光了得不偿失，划不来。我想上个厕所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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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